干嘛的？听你的。路边停下。干嘛的？听你的。路边停下。1月12日1时许，在冈山区柳桥西路段，警方发现该部是小客车违规怠速，并未开大灯，行迹可疑。正当警方上前拦查之际，该车不服拦停驶离。警方为避免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害，随即采取尾随在后、伺机拦停的方式追缉至冈山区冈山路段，为该车仍拒绝警方盘查，往台南方向逃逸。警方事后依据道交管理条例相关规定，对该部之小客依危险驾车、逆向、闯红灯、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情形，共致单举发19件，最高可处新台币16万元。